贝塞基学习释迦牟尼办班教学，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我就讲这么一个题目啊。所以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啊，以前他们避免宗教啊，现在居然用这个题目，所以我说我一定要去是吧，十月份。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这个题目也正好答完。下面有24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首先，网络上的同学有11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母亲已经出家并受具足戒，但出家前呢只是办了一个假离婚证，并为父亲啊找了老伴呢举行婚礼，至今呢有名无实的婚姻仍旧存在，请问这样啊有什么罪过，如何补救？这个学佛了不一定要出家了。黄念祖老居士曾经给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在古时候出家修行确实呢在家了比出家方便啊，因为真正可以把世俗啊放下摆脱啊，深山这个寺院里修行，那个时候
社会上常讲啊，无寺不登三宝殿。啊，出去这个寺庙里面，很少有人到那边去。啊，一个月当中啊，能够有十几个客人呢，就很多了。啊，很少人会跑到山上去，交通不方便，都要走路。啊，那这个寺庙往往距离城市啊有几十里地，从山下爬到这个山上啊，有的时候山高的时候要走两三天，啊，走上去，所以谁有这种闲暇了，去干这种事情？啊，所以寺庙很清净的。啊，住在那个地方真的是一尘不染呐、啊。啊，成就当然还很殊胜，啊，所以这个出家，啊，这个开悟的，啊，这个得禅定的，啊，念佛往生的，是多。啊，那么有些居士，啊，家里面比较有富裕一点。没有这个家庭经济的累赘，他把家安好了，他每一年也会到山上去住个几个月，住个半年，啊，他在那边休息，啊，这个有的，啊，所以这个修行成就呢，确实是出家男众最多。第二个是出家女众，第三种呢是在家男众，啊，在家女众成就的很少，啊，在从前的社会，现在整个社会呀，倒转过来了，这个要知道，啊，现在社会这个佛门的这个成就的情形呢，在家女众修行成就最多。啊，你看往生瑞相的在家多，第二呢在家男众，第三呢出家女众，是最糟糕的是出家男众，啊，所以现在整个颠倒了，啊，这个是事实，啊，黄老居士讲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是我们要知道，所以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你要想真正修行成就，你出家就坏了。啊，出家怎么？你本来是把像女众，她妈妈是女众，本来是第一，现在一颠倒排到第三去了。啊，这错了啊！啊，那么你说受戒，说老实话，现在受戒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话呢，最早是清朝末年的藕益大师说的。啊，藕益大师的著作很多，很丰富，啊，有一本是这个《戒学三十一种》，啊，他后装订在一册，啊，弘一大师。戒学三十一种，啊，弘一大师的近代，他里面就引用了藕益大师的话，啊，藕益大师也是研究戒律很有成就的人，啊，他是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啊，他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真正的比丘了。啊，那么出家戒呢，至少要五个比丘传你才能得戒。啊，他南宋之后中国就没有比丘了。啊，宋元明清，啊，至少有800年。啊，我们今天受戒传戒是一种仪式，你得不到。
那要得到还得了啊？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现在受戒是有名无实，我们自己受了戒，千万不要说我是比丘，啊，那是有过失的。啊，你真正得比丘戒，你才是比丘。啊，所以藕益大师给我们做第一个示范，他受了戒之后，在佛菩萨面前退戒。啊，因为他清楚啊，啊，退戒，他一生只持沙弥戒。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一些著作上，菩萨戒、沙弥，他不敢称比丘。啊，因为菩萨戒、沙弥戒，就是没有人传，没有法师传，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可以发誓受戒。你那个真诚心呢，可以得戒，啊，不必要叫比丘传的。啊，那用什么方法呢来求戒呢？大藏经里头有一部经叫《占刹善恶业报经》。啊，你学这个法门，你在佛菩萨面前求戒，啊，然后占卜，他有一套占卜的方法。啊，佛菩萨答应你的会给你很好的瑞相。啊，这个要很诚心才能够求感应。啊，这个就是在末法时期的时候，只有这一种方法可以得解。啊，那么凡是真诚心达到这种层次的话，你要是念佛的上上品往生，比得戒的果报还要殊胜，啊！你这个得一个菩萨比丘戒的时候，不见得能超越六道，啊！但是那样的一种虔诚恭敬忏悔呀，去念佛的话，是决定往生，往生就做佛了。这个账要算得清楚啊，要会算呐，啊！所以你何必搞这些呢？啊，那么占察经里面占卜的方法，啊，轮相，我们过去都曾经做过，啊，给有意修学的同学送给他，啊，戒缘。啊，我现在自己还保留着有两套，啊，在澳洲。啊，我们也没用过这些东西。啊，这是有人喜欢学的时候，我们可以教他有这么一种方法。啊，所以说是戒律里面的戒罪，道理跟世间法律差不多。啊，首先要问你的动机。啊，你为什么做这个假结婚？你的动机何在？目的何在？啊，那你做了之后，你有什么影响？啊，在佛门里面呢，最怕是带给佛教不好的影响。这个不好的影响就是破坏佛教的形象，破坏佛门的规矩。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这个罪呀，跟那个破活合僧的罪是一样的，在阿鼻地狱，啊，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呢？对于佛教是一无所知啊，啊，不是有意犯的，是错误，啊，是误道法王，啊，那么由此可知。出家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现在出家很容易，在从前出家可没那么简单。啊，我们出家这个制度，啊，最早是被顺治皇帝破坏了，
你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对这桩事情批评就很多啊，佛门搞成这个样子，顺治皇帝要负责任啊。因为在之前出家的时候，不管是男众女众出家要考试啊，考试最后那一关是皇帝考试，就等于说面试啊。因为这个度牒，度牒就是国家准许你出家这个文证书，那个证书叫做度牒啊，是皇帝发的啊。皇帝发这个度牒给你，他就肯定你的德行、你的学问可以做我的老师。所以出家是天人师啊，那个度牒拿的时候，那个真有价值啊！啊，皇帝希望你出家之后啊，代表他了，教化全国老百姓呐。啊，皇帝对你尊敬，你居住在这个寺院，这个地方这些官员，啊，这些这个是。是，这个士农工商对出家人没有不恭敬的啊！你有任何困难，你找到他，他都会帮助你解决啊！他有智慧，他有道德，他有能力，那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出家了，没这个道理的啊！那么这个方法在中国，差不多也流行了1000年，啊，顺治皇帝就是他做皇帝，他能做得了主啊？他出家是个好事情，何必这么严格的限制？所以他就把这个制度啊废除了。到以后我们想想，他可能是为他自己，因为他出家了。他如果要不废除啊，他考恐怕考不上。哎。他也会不及格，啊，顺治出家了，啊，康熙皇帝的父亲啊，但是在当时是有好处，为什么呢？很多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未必能考上的时候，愿意出家的，真的是带来很大的方便，啊，所以这种立业的时候，可以说绵延到乾隆，啊，大概应该讲差不多是100年的样子，啊，就是得利益100年，可是100年之后呢，这个道风啊慢慢就衰退了，啊，犯罪的、走投无路的都出家了，啊，出家可以随便出家，啊，这不认识字的也都出家了。啊，在从前是绝对不许可的。啊，所以这个是，啊，这是很不如法的一桩事情。啊，弥补这一桩事情，我也在讲经的时候也讲过很多次。以前我在台湾呢，向台湾这个中国佛教会也提过，但是没有人去做。啊，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国家来做，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把这个护法的责任呢，是交给国王大臣，不是交给一般人。啊，一般人没有这种权威呀。来执行的，啊，所以交给国王大臣，啊，那我们希望就是国家能办一所佛教大学，啊，将来以后这个要出家的时候，一定要佛教大学毕业，啊，你拿到这个毕业证书啊，就等于，度牒一样，啊，你可以出家，你也可以不出家，啊，你也可以呀，讲经。弘法，啊，用出家身份、在家身份都可以，你一定要有这个
有这个毕业证书，啊，这是一个好办法。那不用这个办法呢，你要想把这个佛门出家人素质向上提升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么现在好像这个内地中国政府有意思要办一个佛教大学。这是好事情。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些的道理。出家之后学东西非常困难。啊，很不容易。啊，所以我这个是学佛是在家。我对于佛法有相当程度的认知，上台讲经啊，老师给我印证，啊，所以我是学会讲经之后再出家的，出家之后再学讲经很困难，啊，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常住有许多事情要你做。啊，这个许许多多人，啊，都没有这样的待遇。你一个人有特殊待遇，别人不服。啊，这个就是造成修学上的障碍。啊，恐怕出家人找不到一个像我这样的，这种好运的，啊，找不到。我出家没有做过金蝉佛寺，没有做过法会，啊，一直就是在佛学院教学，啊，在各个地方讲经，啊，没有做过其他事情，啊，这是我出家的时候提出的条件，因为我的出家跟别人不一样，我是那个出家师父来找我，啊，他来找我，我就可以谈条件了，我去找他了就。没有法子谈条件，啊，而且他找我的时候，我跟同学报告过，好像是一个半月的样子，找了我9次，他很诚恳呐，啊，我才给他谈条件呢，啊，那么像这种是这个机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啊，所以这情形我都明白，都了解。啊，不是感情冲动啊，出家的。啊，是觉得这是一门大学问。啊，我在台湾一个人，没有家人。啊，我可以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你问补救的方法，补救的方法最好呢，是还俗。啊，凡还俗之后啊，好好的忏悔，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还是有指望的。啊，我知道错了，啊，再回头。啊，或者自己。能有一个清净的环境，不受干扰，啊，出家身份也行，啊，好好的念佛，啊，听经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样就好，啊。第二个问题，他说有不少居士看了山西小院影片。原来诵无量寿经的，改诵地藏经；原来持念阿弥陀佛的，改念南无地藏王菩萨。请问可否这样做？两者有何不同？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那个功德殊胜，啊，比念地藏经
比念地藏王菩萨名号殊胜多了，但是你得不到感应。为什么得不到感应呢？是你诵经念佛不诚心，你里面有怀疑啊，你有夹杂，你有间断啊，不是那个经不灵，那个经是非常之灵啊，你没有诚心啊。你真有诚心呢，你看了山西小院就心里不会动摇嘛，一动摇的时候就知道你没有诚意啊。但是改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也行，还是要有诚意啊。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他这个目的是消业障啊。你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那是往生净土，是去做佛去的呀，那怎么会一样呢？啊，这个是消业障啊。那山西小院读了，你很有感动，就是说你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那个诚心，那种沉浸超过念阿弥陀佛。好不好？好啊。可不可以这样做法呢？可以。你把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暂时收起来，地藏经、地藏菩萨名号念三年，三年业障消了之后，你再念无量寿经，再念阿弥陀佛，会更殊胜啊。那么这个就是有两全其美了啊。修行呢，第一是消业障，业障不消的话总是障碍呀、啊所以业障嘛，它障碍啊，就业障一定要消啊。这是一个方法，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第三个问题，有人说净土中的待业往生是待旧业不待新业，他说无准罪孽凡夫啊，然心一直尽得难成，请问如何不带心业？带心业，我今天要念佛往生，我今天还要杀生，行不行？讲不通啊，决定讲不通啊。待业往生的这个法门，在佛教里面的八万法、四千法门里头，只有这一门，除这一门之外，没有第二门。啊，那你要晓得，西方世界是清净世界，你心地不清净，你根本就不能往生。啊，道理在此地，心净则佛土净呐。啊，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往生最后那一念，那一念心是清净心，就能往生。那一念心不是清净心，这一生就错过了。啊，所以带旧业，什么是旧业？昨天干的都是旧业。这个你要晓得。啊，可是你旧业太多太重，决定障碍你往生啊。为什么呢？往生的时候冤亲债主都来了啊。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啊。家亲变这个眷属病重的时候，你到医院去看他啊，在这个临危的时候啊，他会告诉你，我看到什么人在哪里，在哪里啊，所说的呢都是一些死去的他的一些冤亲债主啊。那个看到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他是不是那个人呢？地藏经上给我们讲的清楚，不是，是你的冤亲债主变现啊，变现呢
家亲眷属来引诱你，啊，让你跟他去，去了之后他再给你算账，啊，绝对不是真的你认识的亲人，不是的。啊，那么你学佛，他也会变现佛菩萨的形象来引你，哎，你也很容易上当，啊，所以这个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那我们念佛人一心求生净土，临命终时只有看到阿弥陀佛，啊，西方三圣才可以跟他走。如果临终的时候看到是释迦牟尼佛来了，药师如来来了，那是假的，那是魔冒充的，啊，魔可以冒充其他的佛菩萨，不能冒充本尊。啊，我修净土啊，这个西方三圣是本尊，他不可以冒充，他冒充啊，那个护法神不会饶他，啊，他不敢，他冒充别的佛菩萨，啊，别的佛菩萨你跟他去的，那你活该嘛。啊，这些都是常识啊，都很重要啊。啊，所以这个忏除业障，在真正懂得佛法，就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学习，养成一个习惯。啊，不但没有恶的行为，这个恶的念头都没有，我们才有把握往生啊！啊，还有恶的念头，这是障碍啊！啊，怎样忏除业障呢？现在我们这出来有一套光碟，于敬意欲造神奇啊，好像现在用那个 DVD 只有一片，我听说好像是7个小时啊，可以把这个东西当作功课来学习，你认真去学习一年，认真忏除自己的业障啊，不要以为自己很好啊，于敬意他就是以为自己很好啊，天天都做好事，没有做什么坏事，结果这个灶神爷给他一批评的时候，一身的病，没有一桩是好事情啊，他才服了啊，这才痛哭流涕认真的求忏悔啊。那么他跟袁了凡先生是同时代的人啊，袁了凡小他10岁啊，他大这个了凡先生大10岁，同时代人。他的果报啊，这个业报啊是非常凄惨啊，到中年的时候，差不多将近50岁的时候，真正是家破人亡啊，自己有9个小孩，只剩一个啊，有一个小男孩丢掉了，走失了啊，生一个女儿，是现在讲弱智啊，痴呆症啊，太太2个眼睛瞎了啊，苦不堪言啊，自己想到自己一生没什么过失啊，真是存好心做好事，为什么老天也不保佑啊，给他这样的惩罚啊。年30的晚上感动这个灶神啊，现身来看他，来安慰他啊，把他一生啊这个毛病起心动念所造的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心真意做的啊，把他的毛病全部说出来，他服了
啊，造神讲的时候，你要不认真悔改，你所遭遇的这个灾难不止这些，还有大难在后头。啊，这生恐惧心，认真改过。啊，他改过了个勇猛精进，超过了范先生。后来的果报也超过。啊，他后来丢掉了个儿子，找到了。啊，晚年的时候中了进士，啊，真正回心转意，做了一个真正的好人，啊，社会大众赞扬赞叹了，啊，这很值得我们参考的，啊，因为一个人最大的毛病，不知道自己的过失，他怎么改？啊，对人对事对物心总是不平，啊，怨天尤人，这个罪就大了。啊，佛法如果真正契入的时候，心平气和，这些年来我们在国际上参加很多和平活动，啊，我告诉大家，凡是参与这个工作的人，一定首先从自己内心放下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的对立。啊，不能有对立，你有对立，对立就是冲突。啊，对立里面一定有误会，你怎么能化解冲突？啊，所以联合国搞了30多年没效果啊，天天开会，世界是越来越乱。啊，我们人与人当中啊也是如此。啊，化解冲突啊，不能要求对方，要求自己。啊，他不给我化解，我跟他化解了，就没事了。啊，他见到我的时候批评我、责备我。我见到他恭敬他礼拜他，这样才能化解。啊，人一定要啊知道别人的长处，啊，不要看别人的缺点，还能看到别人的缺点，我就不是个好人了。你看嘛，六祖大师说的多好了，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我还看到世间有过失，我就不是个修道人。这个话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那为什么记不得呢？啊，什么时候你真正能够看到了，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你才能有这个机缘契入。啊，你才会觉悟啊。啊，你才会回头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啊，不改过，不自新，决定不能往生啊！改过难，难还要认真干。啊，多看看这些因果报应的书籍。啊，所以印光大师一生在提倡。他有他的道理在。啊，像山西小院可以做一门功课，
把它当作功课来做，天天看，看上个一年半载，自己的警觉心就提出来了，才能提得起来。啊，这个于今意欲造神迹，要是天天看，啊，一天看一遍，你就看上一年360天，我相信你就知道自己有过失，知道应该怎样改过自新。啊，这叫真修行。所以说凡是讲的时候，哦，要带心业的时候，这个是造作恶业的念头还没有放下。啊，这个要知道，要懂得道理才行的。第四个问题，他说居士应邀在念佛堂开示时，能否照老法师的开示念给大家听，其内容与次第又如何安排？这个方式也可以。啊，古来祖师大德的教诲呀，都可以我们用来，念诵啊，来劝导，啊，都可以用。啊，这个安排呢，你这是合的，这个不是死。啊，所以你要懂得关机，啊，就是这个时间，啊，地点，听众，啊，听众的这个素质，啊，听众的程度，听众啊，这个学佛时间的久暂，啊，这都要懂得，然后呢，你的宣讲才能够契机。第五个问题，就是请问可否将华藏世界比作一所大学，而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所大学里面最好的科系，可以这么说，啊，可以这样讲，佛在经上也是这么给我们介绍的，啊，华藏跟极乐是一，不是二。啊，早年我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常常用这个比喻，啊，好像新加坡，啊，比作华藏世界，新加坡里头最热闹的一条街叫乌节路，啊，那乌节路呢，就好比是极乐世界，啊，是这个地区最精华的地方。啊，最好的地方。第六个问题，他说：“祈请老法师利用3到5个小时为大家讲解《佛说法灭尽经》，让大众生警惕心呢，护持正法。不要说这个《法灭尽经》了，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差不多了。”你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的，这个世界是会毁灭的。那不是法灭尽了，整个地球灭尽。啊，前天还有一个人，这个是从网络上传给我这个讯息。啊，时间呢，那就太近了。啊，2012年。我们一直是2006年，还有6年了，是吧？大概没有这么快。啊，一般人的看法的时候呢，应该不到100年。啊，这个世界如果不能够改善的话呢，不会到不能超过100年。哎，也就是说，这个2100年。啊，很可能整个地球上人类会像从前一样在地球上消失。啊，这什么原因呢？造业太重了，这共业所感。啊，他说这个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贪婪，贪心的。地球上呢，这种事情，不是发生这一次，以前有过。这科学家他们从考证说，就是至少地球上曾经发生过3次到4次。都是科学技术发达到顶端的时候，人伦理道德完全没有了，完全变成自私自利，也不相信有鬼神了，科学万能，纵欲、贪婪，无恶不作，所以整个这个地球地壳产生变化，这个陆地沉到海里面去，海里面又冒出了这个新的地方。那我们这个十楼那里有个地图，那就是美国人画的，大概是在30多年前，我在美国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地图，买了5张，那很大张的，很大张的，买了5张。这个老搬家了，这是20多年了，搬来搬去都不见了，就剩下这一张，这边这一张是复制的，缩小了。缩小的复制的还能看得清楚，你看看这个地图你就晓得，那么在从前古老的预言里面说，这个地图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是在1999年到2000年，你看这个西方的预言都是说的这个时候，为什么会那一年没事情呢？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有个天主教神学院的院长就提出了，明明有灾难，为什么会没有了？他来问我，我说很可能是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在16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些预言家讲到，就400年前，大家都知道99年这个世界有大灾难，所以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徒在这个时候都祈祷，那个有管用啊，就像姜本胜博士做水实验一样的，那个祈祷是个善意啊，所以不是没有了，是你祈祷的时候把它缓和了，时间呢再往下延长了，如果这种心，这个善心永恒不变，这个灾难就不会发生。那祈祷过后2、3年没事的，这是迷信的，这是预言家错误的判断了。这现在就比以前还加倍的这个狂妄，造业就更严重，造的更多。那换一句话说，这没几年真的又会出事情。那么这个是预言家所说的。那另外的时候我们再看学者们所讲的，这个20世纪中，英国这个汤恩比博士，那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般人提的最尊敬的一位学者，他是1970年过世的，他曾经说过，他是预测这个世界，他那时候想的时候，如果人要不回头，他说这个世界。人类很可能过不了30年，他有这么一个预测，那如果这样的预测是过不了30年呢，那现在他们传的这个讯息是2012年呢，那跟他这个预测很接近，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警惕的。我们一般的想法的时候，是讲在这一个世纪末，那个，
中广生居士给你们讲因果报应呢，提到美国的凯西，美国的凯西就是讲的是吧，是2100年以前，这个世界就会变成那个地图那个样子。他说到那个时候，他会再回来看看地球上的新的状况。啊，这个在他预言里头有。啊，所以我们不能不警惕。啊，那么同时佛你看跟这个外国人说的这些神灵，啊，他们提出给我们很多的讯息，啊，这里最重要的告诉我们，人不会死的。这个讯息非常重要，跟佛法讲的，啊，我们的灵性不生不灭，啊，所以你对这个就不会产生恐怖了，啊，但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地球毁灭，我们到哪里去？啊，善心善行就往上升了，啊，这个天天恶念恶行啊，就往下坠落，啊，这是肯定的，这是大事情啊！啊，那最好的选择是移民到极乐世界，是最好的选择。啊，现在认真努力，啊，纵然是这个5、6年之后的事情也不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啊，所以对这个事情就一点都不担心，啊，也没有恐怖，啊，这个世界万缘放下了，啊，无论对人对事对物，不要去计较了，啊，不要放在心上了，啊，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啊，有这个机会呀，尽量做好事。这些功德可以带着走的，啊，你造恶业，那个恶业会带走的，啊，善恶业会带走的，啊，这个身体不要了，哎，那个无所谓了，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真的明白了，你也肯定了，你的忧虑恐惧都没有。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某讲经者说自己在讲经中数次见佛菩萨，但其他人并无所见，请问这样如法吗？这个不如法，啊，不要被人欺骗了，啊，自古以来真正见到这个境界的不是没有，有人家决定不肯说，啊，这个是佛门的规矩，啊，也是你自己到那个程度才会有感应，啊，佛菩萨才会让你看一看，啊，如果你还会到处说，佛菩萨绝对不现身，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到处是招摇撞骗的去骗人，那佛菩萨不是害了你也害众生吗？啊，所以只有对一个什么人呢，绝对不会说的，不会泄露的，啊，佛菩萨会给他实现，啊，你像在中国历史上，啊，很多这种事情很多，啊，我们净宗初祖慧远大师，他一生见过3次，啊，西方极乐世界，啊，见过佛菩萨啊往生的这些大众，啊，从来没有跟人讲过。到往生的那一天又见到了，他才宣布我要走了，佛来接引我了，他说这个境界我已经见过，过去见过3次才透出来，走的时候才说出来。别人问他，那其实你所见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他说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所以这个经本是我们的证明，你见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你看那个有一个早年呢，我在香港讲经呢，那个时候还在戒心街，常怀法师，拿了一本书了给我看，叫什么？极乐世界游记，啊，是一位法师写的，啊，
他从到极乐世界回来的时候，写了这么一本东西，啊，说极乐世界里头还有女人。常怀法师就问我，说这跟经上讲的不一样啊，是真的是假的？我说你从这一句看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跟经上讲的不一样啊。啊，如果他所写的描绘的跟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样，那就可以相信。啊，那不一样。但是从极乐世界回来，那是道家慈航啊，那就是尘缘再来了。啊，哪有什么去了又回来的？那除非是做个梦啊。啊，那不是真的。所以这个不可以相信。弥陀经说，众生生者，皆是阿惟越致。但观经又说，上品上生者，经十小劫，具百法明门，得入初地。请问，是否为世尊方便说法？对的。世尊每一次讲经说法，对象不一样。有时候是真实说，有时候是方便说，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纵然这两个经讲的意思不相同，都没有问题。你要晓得说佛说法的善巧方便。那么你以后慢慢再深入，深入经藏之后，你就了解了。第九个问题，这个世界众生听到弥陀名号，往往不能欢喜信要礼拜归命，是否与无量寿经上啊弥陀大愿相违背？是的。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透彻，一切众生无世界以来烦恼习气很重，业障很重啊，所以听到佛菩萨的圣号生不起喜乐心，甚至不能接受还要排斥啊，这个在现在社会很多，我们常常碰到我们学佛人家说我们迷信的。所以我们也有要以善巧方便最重要的它是对我们对佛法了不了解也不肯去研究，所以产生这些误会能帮助的我们要帮助他，不能帮助的就随他去了无论他怎么样批评，那我们听到就阿弥陀佛，或掌阿弥陀佛，不要去顶嘴，不要去辩驳，这样就好，这让他说，他说累了他就不说了，如果我们顶嘴那个就有的说了，说不完了，我们一句话不说，他说累了他就不说了。我们一直笑嘻嘻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好，每一句阿弥陀佛都让他听进去，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是吧？我们也很欢喜阿弥陀佛的种子种下去，你这一生不相信来生后世遇到缘还会相信，对，这就是很好的方式。下面一个问题，他是诸佛借示现八相成道以度众生，但是西方无胎僧，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是否例外，不需要八相成道。对，西方世界没有八相成道的。为什么呢？西方世界的人生不是胎生的，化身的。我们每一个人将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是化身的。化身很不可思议。化身没有生灭。没有说从小慢慢长大了有变化吗？化身没有变化。那化身的样子是什么呢？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这个是无量寿经讲的清楚了。佛给你讲32相80种好要方便说。你到极乐世界你才知道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这个身不是肉身呐，自摸真金色身呐，这个我们都想象不到，我们也没见过啊。金刚不坏身呐，无量寿啊，没有说从小长大的，从小长大一定就会衰老。所以他那边是不会到西方极乐，是个小孩慢慢长大，没这事情。到那边去全是化身，跟阿弥陀佛一样。对，这个要知道。所以画了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图，把阿弥陀佛画得那么大，把往生人画那么小，都画错了，是吧？那么这个画画的人呢，是对佛表示一种恭敬，我们能够理解，实际上是平等。极乐世界是平等的法界，不能不知道。所以我们这一生真是无比的幸运的，能够遇到这个法门的。要遇不到这个法门的时候，那这个轮回还不知道还要到哪一生哪一劫，永远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间什么事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真正的正经事，就是学习经教、念佛往生，这才是正事。看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父母，我们的孝敬心才能生得起来。这个与信德相应，与佛陀的教诲相应。我们看这个人喜欢，看那个人讨厌，你要知道这个念头不能往生。这个念头是烦恼，是习气，跟佛陀教导我们的完全相违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练呐，看每个人都生欢喜心啊。幕后一个问题，他说印祖文钞中说30细念呢非中风过失所作，请师父开示。这个事情不能轻忽，你要去请教印光大师去问他。我不知道，我在大藏经里面查出30细念下面那个著作的人是中风禅师所以大藏经上这样说，那我们就这样相信就可以了。你如果要是考证这个事情呢，那还是要找印光大师向他请教下面香港同修提3个问题。第一个，请问呢，应如何帮助精神病患，使其减轻痛苦那么这个现在呢，最好的方法，这个山西小院呢是很好的教材，让他全家看
啊，他要看了之后，他就晓得怎么解决了。精神病患多半都是属于业障，啊，不管是什么样的缘，因还是业障，啊，要消业障，要真正求忏悔，啊，诚心诚意求，啊，一家人带着他去求，会有感应。第二个问题，他说举办的婚事大摆酒宴呢，是习俗中所难免的。如果家人无法同意办素宴，本人呢又被要求出资相助，这样是否成为帮凶？应该怎样做比较圆满？如何劝导主事的家人？哎，这个也有办法。那个跟山西小院子还有一套光碟，叫为什么不能吃它了？你把这个送他看看，是他就知道了，是现在我们这教材很多，哎，你拿去给他看看，哦，这个很有效果。很多人呢，贪吃肉的时候看到这个都害怕了，啊，那个很有作用，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有一套，这是。最近我们得到的天下父母啊，那么这些东西啊，可以说呢，都是佛菩萨演化的，都是在救度啊苦难众生啊。啊，这个山西小院呢，这是许许多多疑难杂症。这个医院医生放弃了，无法治疗了。他们用这个方法，能够啊消除业障，哎，这个恢复了健康，啊，这个很难得。那么这个为什么不能吃它了？这是非常好劝人戒杀长素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份教材。值得推广啊！这个天下父母，我是看了几段，也很感人这就说明世界上虽然社会这么混乱了，还有这些好人这些好人在佛法里面讲，他们父子当中的关系是报恩来的。不是抱怨，是还债啊，不是讨债的，所以你看到都是孝子贤孙，都是严父慈母，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啊，这种家庭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电视台报道啊很好，能够激发。人的本性，本性本善嘛，那个不善就是学坏了的嘛，可见的是人性本善，看到的时候你会感动，但是现在就是播放的时间太少了，他一个星期播一次，我们中国古人讲啊，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他是一日曝之。气日寒之，是吧？所以收效果就很难。现在社会诱惑力量太强，真正要保持自己，在这个正道上，不会走向歧途。唯一的方法就是密集的熏修。在从前还可以三天的，儒家常讲啊，三日不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全非呀，面目可憎的，还能维持三天呢，现在3个小时都不行，3个小时不读圣贤书就胡思乱想了，你说怎么办？我们对这个事情了解得很清楚。
所以我在这个安徽庐江老家的那办了一个文化中心，啊，我那边的老师每一天学习12个小时，啊，他自己学习12个小时，啊，另外还要分配的是他到乡下去教书，啊，所以他没有时间打妄想。那我们30个学岁，这个学生，学生就是老师，30个，招了30个，现在退出的有6、7个，啊，就是压力太重，实在受不了，但是退出啊，他不想走，他不想离开，啊，那怎么办呢？他做这个我们的职员，啊，我们中心的职员，这样也好，他很欢喜。但是一天12个小时学习，常年下来他受不了，啊，这样干才行啊，啊，才能把我们的烦恼习气断掉啊！你不是这样认真的话，不可以啊，那不能松懈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天下父母啊，是唤醒。本心本善，啊，但是这个唤醒呢，如何能够帮助他成长？啊，帮助他不会失去，这就要靠教育。啊，所以没有后继的教育，这个他这个也只是。一段时期，啊，时间长久了，没有后继力量了，哎，看的人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是一定道理的，啊，所以一定要后续，后续就是要教学，啊，中国人多啊，啊，能够找个30-50个好老师是可以找得到的，啊，可是一定要有人扶持。没人护持不行，啊，培养一个好老师，就是一天12个小时学习，至少啊，要学10年呢，他才行啊。时间不够的话不行啊，10年的训练的时候，他就养成习惯了，啊，他才10年之后，啊，他才真正称之为学者专家。来教化众生，第三个，他说：“请问在家居士供奉佛像，还需要安地基主牌位吗？”这个地基主好像就是土地，啊，台湾有啊，香港有这个习惯。我在马路上看到有很多街道店里面都有安着这个地基主的，嗯，这是本地的习俗，啊，也可以。地基主啊，跟我们一起学佛，啊，我们自己要得度啊，也要把他拉住，啊，他可以做你家的护法神，啊，所以是好事情。下面由台湾同学提这个2个问题。第一个，身为主管者，应如何在工作中如法地指出他人的错误？这个事情不好答啊。首先要你自己没有错误，你才能帮助别人改正错误。啊。你自己有错误，你是个主管对待你的部下，你有错误，你指责他，他不服啊！啊，所以这是用事服人呢，啊，不能服人心啊！啊，要用理服人。啊，用什么方法呢？学《弟子规》。嗯，现在大陆上，这个北京大方广。
他们那个公司啊，就是用弟子规，所以老板很轻松。你看，从来不要去管员工，啊，从来也没有给干部开过会，啊，他就是学弟子规，啊，每一天上班之前，每个人都要念弟子规，啊，依教奉行，啊，新来的职员是先学一个月的弟子规，就是上这个课，啊，他发工资，不要工作，啊，一个月学好了之后。问他愿不愿意在这服务，啊，愿意他就聘他，不愿意他就可以走路，啊，他给你一个月工资，啊，所以用《弟子规》把这个公司，做得很圆满，啊，许多公司看到他们的员工都很羡慕。这个今天他打电话给我，啊，问我的时候，他想改行。他这个他是经营一个煤矿的运输，他不是做煤矿，是煤矿运煤，啊，运销，啊，他看到这个煤矿在国内呀。许多煤矿啊，常常出事情，啊，死伤的很重，他很不忍心的。虽然不是他自己经营煤矿，他这个运输看到这个事情，心里很难过。啊，问我想的时候，他这个事情不想做了。啊，我说好。他说做什么事情是最好的事情？是最好的事情。是做文化工作，啊，特别是伦理道德的传统文化，啊，这个是救人心灵的一个工作，啊，比什么都有意义。他说那不赚钱，那财力没办法支持啊。我说那也很简单嘛，可以做赚钱的。他那怎么做法？我说譬如啊，你可以去经营一个酒店的，啊，四星级五星级的酒店可以就搞一个。我说你要懂得21世纪我们佛教不要盖庙，盖酒店。酒店呢就是道场，酒店最上一层做佛堂，啊，做个念佛堂，下面呢做生意。那你这个酒店呢全部都是素食，啊，全部素食，这个里面天天讲经，是啊，你每个房间不得摆着电视吗？那电视我们天天放讲经的都好了，啊，你这个大楼上可以装一个啊这个大的这个大锅的时候，我们的卫星电视啊你就可以收到，啊，像每一个这个住你酒店的人，哎，都是接受的是正面的，没有反面的，没有负面的。啊，这个啰嗦东西通通不能进来，哎，这是个好主意。我说三宝加持，你这个生意一定兴旺，又赚钱又弘法，是吧？啊，这个酒店里面都有些会议室平常都做教室，啊，可以开很多门功课。啊，他们这个住店有这个休息的时间，他都可以选择去听课，好吗？哎，就是这个是好事情啊！哎，他想想，有道理，有道理。他说好，我从这方面去想去。啊，所以什么营生事业都可以做，啊，通通跟这个传统文化，啊，跟大乘佛法都可以结合。哎，那么这个公司行号啊，实在讲，家庭。都可以做道场，哎，只要你懂得了运用佛法来管理的时候，全都是道场。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个人对工作很投入，毛病啊是会以相同的条件去要求他人，因此
常常为别人误会而生气，请问我应该辞去工作，是改坏脾气，再投入工作，或者工作中啊，一面修行？啊，在工作当中一面修行，一面去改毛病，这是正确的。你如果是离开工作，找个地方去修行，毛病习气没有了，再跟大家一接触了，你毛病又发作。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是真的，一定要在境界里去磨练的，那才是真的啊。哎，舍弃离开的不是真的，那不是真正修行人。下面是中国同修提问的啊。第一个问题，他说：“弟子任职于地方领导机关，啊，一直保持听老法师讲经光碟的习惯。他说在官场当中，如果坚持原则，常常会得罪人、结恶缘。啊，若不得罪人呢，又对不起自己的职业。所谓随缘善巧啊，有没有一定的尺度？应该应怎样运用才真正圆满？这个事情要开智慧，智慧开了，那你就是法法圆融。啊，智慧不开呀，那什么样戒律什么，那都会出问题。啊，为什么呢？你不能灵活运用。啊，你像我刚才讲的时候，这个开酒店，把酒店作为道场，这就灵活运用。啊，这一桩事情在前些年来，我在这个吉隆坡，啊，住在丹斯里李金油开的金马皇宫，那是个这马来西亚最大的一个酒店。啊，他曾经把他的员工，啊，主管有60多个人召集起来，要我给他上一堂课，我就建议。你们这些老板是佛，员工是菩萨，啊，这个所有住的这个客户都是你度生的对象，你好好去度他，是吧？就行了。嗯，但是我们说了之后啊，这一堂课以后就没有再去上课了，恐怕没能做到。所以这个是天天去做，这是任何行业都是道场啊，任何众生呢，都是未来佛。哎，只要你好好的去教他了，没有不回头的，不能回头，是我们自己德行不够，我们的修养不够，可不能怪别人，要怪自己，所以任何事情，你能够天天反省，啊。要反省自己这一遍，不要去责怪别人那一遍，你就成功了。啊，你要反省呢，自己没有错，都是别人错，那你就错到底了。哎，你就不能回头了。啊，所以过失都在自己，啊，别人没有过失。所以我常常讲，别人错了也是对的，我对了也是错的。啊，你要这样子反省啊，才能收到效果。啊，为什么说？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对了也是错的呢？我对了有我执，有我执就错了。啊，因为《金刚经》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还有我，那就是错了。那这就不是菩萨了。这佛讲得很清楚啊。啊，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啊，那我还执着有个我，还执着有个他了，我对他错啊，我就错了，对了也是错了。第二个问题，他说弟子认真努力啊，听经学习，但还是发现自己的善根福德不够。请问，除多听经、行十善，这样啊，如何
做才能增长善根，功夫得力。你一直做下去就好。要把念头转过来，起心动念多替别人着想，不要替自己想。佛教导我对自己最重要的是清净，特别是修净土的，心净则佛土净，所以对自己要清净的，对别人呢要慈悲，慈悲里面一定有尊重，对别人要尊重，对别人要敬爱，对别人要体谅，对别人要帮助，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化人，不要常常去责备人，这个就对了，不要去批评人，批评人不是一个好的教学方法，一定要用自己这个德行去感化，你就会成功。下面一条，他最近地方上来了许多密宗和佛，说只要诚心供养和佛，修行成就就快。如果学密宗学密者改修其他的，会堕地狱。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因为他讲的话太笼统。人要是真正做到真诚，真诚的供养，修行成就就会快。这个话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个真诚心不容易，真诚心是菩提心呐，菩提心一发，你就超凡入圣了。我们在大乘教里面，读的很多，菩提心一发。就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当然快嘛。可是要晓得，真诚心确实不容易发出来。为什么呢？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把你的真诚心盖住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华严，华严讲得很透彻，越讲越细。越讲越深入华严经上我们抓住一个纲领，自己修行最重要什么？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我跟诸位讲得很清楚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这叫真诚。你就晓得真诚多难所以真诚心供养任何一个人，功德都无量无边。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在经上读到的，接受人家供养一钵饭，他看到一只狗很饿，他就把饭分一半给狗，功德是一样的。这就说明了那个真诚心，狗自然有佛性嘛。他也是未来佛吗？我供养释迦牟尼佛跟供养狗是一个心，一个真诚心。眼睛里面看的时候，释迦牟尼是佛，狗也是佛，那个快呀，那成果快呀。修学密宗，改修其他的会堕地狱。修学密宗，如果你改修法轮功嘛，你当然会堕地狱嘛，是不是？邪教嘛，是不是？所以这个话不一定，要看你学什么。
哎，你比如说我改信天主教，天主教他会升天，那他去的地方不一样了。哎，他要改成邪教的话呢，那就多点。哎，他不是邪教的话，不会。啊，那么佛法里面这个八个宗派的时候，那你换来换去都不会。那为什么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啊，这个密对我，不太适合。啊，我学他有困难，我改学别的行。这一个老师教的，我们这个老师给我们开了是84000法门嘛。啊，为什么开这么多呢？你适合哪个法门，你学哪个法门，容易成就啊，是这么个道理，要懂啊。啊，纵然是学其他宗教，我们也认为其他宗教那个创教的教主啊，都是佛的化身呐。所以还是佛，他是正法了。你看，他总不会叫你做坏事嘛。啊，至少呢是叫你不躲三恶道啊，保住人身，人天善法了。啊，就是个人根性不相同嘛，所以说是会堕地狱这句话说得比较严重啊，那就是他走上邪道了，啊，走错了才会堕地狱。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小乘佛法论事不论心，是否起恶念就没有罪过？这与起心动念就有因果报应呢，是否矛盾？不矛盾。啊，小乘论事不论心，譬如说杀生、杀戒，你很恨这个人，心里想把他杀掉，但是你没有动手，不算犯戒。啊，这个在小乘不算犯戒。啊，小乘只是你杀了他才犯戒。那么在大乘教里面就不行，大乘教的时候论心不论事。啊，你这个动这个念头，你就犯了杀戒。啊，你就破戒了，所以大乘戒很难持啊。啊，这个，大乘戒里面，你没有心杀他，误杀了，那都没有罪。有过，有过失，没有罪。啊，为什么？你没有念头，你是错误会。啊，所以这些都要辨别，啊，这通情合理。啊，可是，在一乘教里面，起心动念呢，确实，阿赖耶识里头落些影子啊。啊，我们讲的是，你的良心上落得有印象啊，这个印象呢，就是种子。啊，在六道轮回里面，他要遇到缘，他就起了作用。这是从理上跟你讲，事实上也是如此，所以不能不重视啊！啊，所以人生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要懂得了，在这一生当中，把自己的灵性呢向上提升，提升的越高越好。如果你修净土，一念佛想生西方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你怎么能有恶念啊？西方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些都是上善的人，我这个心不善，到那里去也没有脸跟人家见面嘛，怎么好意思啊？所以一定的在这个世间努力啊，争取上善啊，这个上善就心里头没有一个恶念，对人对事对物一片慈悲
啊，全心全力照顾别人，帮助别人，啊，自己在这个世间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自己有一点点滴滴的福报都与一切众生的共享，这样就好，啊。下面第五个问题，就是我本身没有受菩萨戒，但最近在河北一个新建道场讲了《无量寿经》第六品，是否有罪过？没有罪过。啊，讲经劝人都是好事，所谓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好事情，只要你不要把经讲错，你就没罪过。如果你把经讲错了，你误导了别人了，那就有罪过了。啊，所以初学讲经，在从前老师教我们一个原则。啊，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对于经教理解的够不够透彻，是不是正确，自己不知道啊。啊，所以。自己想的不要去讲，为什么？那讲出你要负责任，那怎么办呢？讲古人的注解，那注解没有讲错，那注解错的时候，那他负责任，我不负责任，这个方法好啊。所以找别人的注解啊，这个注解选的时候，那要选这真正是有修有学的这些大德啊，找他们东西，啊，所以我们学讲经的时候，李老师是指定了几个人，啊，像云音法师，啊，谭旭法师，地贤法师，信慈法师，啊，居士里面像姜维农居士、周芷安居士，啊，确实，这个都是民国初年的在家出家的真正大德。所以我们依他们的这些注解啊，所以上台是讲注解啊，初学的时候是这样啊。那么到自己真正对经教有所体会了，有所领悟了，那才可以说啊，在自己没有误入啊，讲注解不会有过失。第六个问题，他说我的妻子与母亲一直相处不好，妻子不喜欢母亲，请问呢，应该怎样使她孝顺婆婆？这个最有效的方法，你带她到庐江汤池啊去住一两个星期，她就会孝顺。啊，汤池镇这个《弟子规》的教学。杨老师前几天把报告送给我了，啊，这个小镇有12个村庄，啊，以前我记错了，我常常说16个，不是12个，12个村庄，居民啊，一共是48000人，通过4个月的教学，啊，我们的老师啊，下乡。到每一个村去教，到每一家去教，啊，以前这个地方的风气，夫妻不和，啊，婆媳不和，啊，小孩不知道孝顺父母，邻居吵架是常事，啊，这个窃盗很多，啊，这个。人民冲突的事情是很多这种案件。那现在我们这4个月教下的时候，他说这些都没有了。啊，现在夫妻不和打架的事情没有了，吵架都没有了，婆媳都处得很好，小孩都能孝顺父母，邻居也没吵架的了，啊，也没有这个纠纷了，
人跟人见面呢，都懂得礼节，都互相尊重。啊，这个街道以前是很乱，啰嗦很多，现在街道很整洁。啊，那是我们这个中心的老师啊，常常排着队一起到街上去捡啰嗦，就是用感化，让他们当地的人看到之后啊，不好意思再丢啰嗦。啊，所以说是这个很有效果，啊，所以很多人到那边去看到，都受了感动，啊，所以这是让他，就你这个让你的太太，让你的婆，这个婆，这个母亲，多听听《弟子规》，多看看汤池这些居民学习《弟子规》的变化，他会受感动。啊，这个课堂的教学还要有实地有表演的，啊，这个汤池镇居民跟老师一起都在那里表演，啊，所以收效果很大。底下一个问题，在旅行当中遇到同修请教师父，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切印陀罗尼是何意思？这个好像是密宗里面的，是一部经的名称呢，还是他们修行的一个法门？所以这个事情，你要是想了解它呢，你请这个密宗的上师，啊，请他们来给你解释，啊，这样就好，啊，查查大藏经呢，这个是好像是一本这个经本的名称。最后一个问题，啊，他说：“请问师父说。”道场不如法，就把它交给阿弥陀佛，什么都别理，应如何交给阿弥陀佛？是否自己负责的执事都不许管？交给阿弥陀佛是求佛加持，啊，求佛加持，自己对道场，对道场里面知识要有最大的耐心，啊，一心为护持正法，啊，所以道场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啊，当然最好不要搞道场，搞道场不是容易事情，啊，非常困难。你看现在是一个家庭人不多，夫妻不和，父子不和，兄弟不和，啊，找到那么多烦恼。那道场人比家里人多啊，各个方面来的，谁跟谁和睦啊？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桩事情，尤其是在现前的社会。啊，你要怎么能调和呢？除《弟子规》，没有第二个办法。啊，带头学习《弟子规》。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佛教在这么多年当中，出家沙弥律仪做不到，在家十善业道做不到，这就没有佛法了。啊，在家学佛基本的条件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没做到，你不是佛弟子；沙弥律仪做不到，你不是出家弟子。啊，不是出家弟子，冒充出家弟子就有罪过。啊，这个罪过的时候罪不小啊，破坏佛教形象。啊，那么这个结罪就是阿鼻地狱。啊，在家的佛弟子，你受了三规五戒，
你十善业道做不到，那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今天佛教这么衰，原因在此地。啊，为什么从前这个佛门几千人住在一起都没有事情？啊，非常有规矩。我们在历史上记载就看到朱熹去参观一个寺庙，正在吃饭的时候，过堂的时候，一千多人，他走在那个斋堂里面，不知道里头有人，结果一看非常惊讶，他说：“儒家三代之礼，没有想到在佛门里面啊，一千多人吃饭没有声音的，那不是有规矩吗？”啊，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所以我们不得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要扎根呢。啊，这些经论太高了。啊，大家听了很欢喜啊。从哪里做起？从根本做起。根本就是十善业道。十善业道为什么做不到？那就是我们从小伦理道德的教育疏忽了。啊，所以十善业道做不出来。这才不得已找儒家的根呢，弟子规也。啊，所以这么注意要晓得，三教都有根，儒的根是弟子规。啊，讲做人的道理，孝亲尊师。道教的根是感应篇，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根，佛教的根是十善业道。啊，我们今天要学习，很认真把这三样东西落实，我们就有根了。然后无论是你学儒、学佛、学道，你都会有成就。啊，你要没有根，那怎么行呢？啊，你那个根没有，念佛都不能往生。这个要懂得了，你再仔细看看念佛往生的人，那个瑞相。很好的，仔细打听，他日常生活《弟子规》一条一条，他真的做到了。他虽然没学，但他做到了。那真正是个善人呢，这个不能不懂啊！啊，不能不知道啊！啊，那我们这样做法。如果自己体力衰了，啊，或者劳碌过度了，我们求佛菩萨，啊，求佛菩萨送人来接管这道场，啊，这个叫交给阿弥陀佛了，啊，诚诚恳恳地求啊，阿弥陀佛会送人来。来接管你的道场，啊，所以你自己如果不从根本上修，就不会有感应。啊，那不是阿弥陀佛派人来，是邪门外道派人来，啊，你这个道场就会毁掉了，那就要真正叫造罪业了。啊，自己带头，啊，扎下这三个根。儒家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道教是因果教育，啊，《太上感应篇》因果讲的很多，因果教育，佛家是智慧的教育，啊，你能够在这上下功夫，啊，伦理道德因果智慧，你怎么会不成就？啊，你怎么会不能感动佛菩萨？能感动佛菩萨，你就能感动一切大众，啊，让大家呢都能够都很乐意的跟你学习，啊，所以管理一个道场要常常反省，改正自己的毛病，啊，时时刻刻要给大众做最好的。